即係譬如如果你話開一間餐廳，咁係啲人食你啲嘢覺得好好味，廚師都好滿足。咁我其實作為我哋做視光嘅都一樣，我哋幫你解決咗你眼睇嘢嘅需要，其實開心嘅就係我可以幫到你，幫到你之餘又賺到錢，呢個先係我最開心。37岁嘅 Adam 喺香港出世，10几岁跟住屋企人移民澳洲读视光学，从事视光师10几年，两趟相隔7年嘅旅程改变咗佢嘅人生轨迹。2016年，首先自己嘅心态系旅游啦，系啦，我都谂住长留喺国外噶啦，喺澳洲啊，继续做翻我老本行。但系喺嗰段期间未有个4年疫情嘅。咁我都睇到上網睇嗰啲社交媒體啦，就話中國嘅近視好厲害。咁亦都我睇到呢一個係有個商機嘅，係啦。咁我就想翻嚟考究，但係個衝擊咧，對於2016年對而家2023年啦，可以見到4個 shopping centre 開曬啦。以前就得萬達嘅啫嘛，而家又有翠星橋啊，又有創向灣啊，所以想翻嚟用自己嘅知識去幫到其他人。這個英文驗光。是一個優勢啦，咁同埋外籍人士佢亦都唔會話覺得我溝通問題啊，會導致有數據出錯啊。你雙眼俾佢先睇問，雙眼俾佢先。好，那現在呢？現在舒服嗎？而家係第6場，係啦，我開雖然開咗而家第3個月啦。但是就正常我是答應了自己是1個月1次的，但是因為反應熱烈，就很多人很多不同的社區都邀請我去做這件事。零收入不緊要，最緊要他們真的聽我們說，我亦都我們開店頭 的初心。這個右手邊的這個叫 Potato， 識個 Hello。他咧坐12个钟在澳洲2日1夜翻到嚟，而家翻嚟做大湾区的猫。由决定留在南沙到开铺，前后只有1年。由打工到打息 ，Adam 更创立自己的品牌，全因不服输。我系遇咗挫折喺落揾供应商嗰度，你系细铺头唔俾你，你唔识啊边个边个，我俾唔到你，你要签啲咩合约，我先可以，你要买咁多嘅货。才可以俾到你，咁我谂谂下就自己好激心咯，所以就直情开自己的品牌。咁我都清楚大家个市场上亚洲人需要啲乜嘢。首先佢哋会觉得舒适先，系啦。第二唔需要咁高价钱，亦都有外国进口国际品牌嘅品质。相对嚟讲，而家苏花开咗差唔多2个月，卖得最好嘅反而系自己的品牌。戴眼镜可以矫正近视、远视、老花、散光这一类的屈光问题，在一般的眼镜店验眼只需要10分钟左右，但 Adam 会花上30到45分钟，因为他觉得做多一小步可能及早发现其他眼睛问题，例如弱视、斜视、青光眼、白内障和黄斑病变等等，都可以佩戴合适眼镜预防或者趁早治疗。我的理念是我提供所有的全方位检查都是得到产品最尾的盈利，但我要希望我的每一位顾客爱护自己的眼睛。